近年養尊處優過住休閒生活的葉倩文呢日一身便裝打扮，帶住黑超現身中環同朋友吃下午茶。他哋一直手舞足蹈咁傾唔停，期間 Sally 仲有唔少趣怪嘅表情，非常可愛啊！而一向都支持環保的佢，就算是出街食嘢都會自備暖壺同環保袋，將食唔曬嘅食物打包，唔好浪費。除了有內在美，外在美當然都很重要啦。食飽之後 ，Sally 第一時間就幫自己補妝，然後主動碌卡埋單，執好隨身物品之後，就同朋友一起離開餐廳。他哋一邊走，仲一邊繼續傾，到底係傾緊啲咩咧？